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为了处理有关国家大事的案件，专门成立了一个集武林高手、密探、捕快一体的秘密组织——六扇门。到了天启年，六扇门也一直致力于推翻魏忠贤。而如今，为六扇门执行任务的敏公一行人，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扇门的人，别着急，我不是来杀你的。就算刺客名单上有你，我也不会亲自动手。最近出了点意外，我们的人接二连三的被人干掉，组织想知道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得到那些暗器的。什么意思？这如此干净的暗器，恐怕只有铸器之神才能做得出。六扇门，你们遇见大麻烦了。杀你！回去告诉子虚，谁也无法背叛六扇门，他也没那个本事去覆灭一个匡扶正义的组织。还有，告诉他下次让他亲自动手，省得送羊入虎口。族长，我们不是羊，我们只是诱饵。叫阴三，其实阴三不是我的真名，我只知道自己姓阴。在我出生七天的时候，我爹就离开了我，娘也走得早。为了讨生活，我什么都干了。
而现在的这份工，是我最不愿意干的。龟公，就是青楼里打杂的。说白了，看了这个，子孙都抬不起头来。这是菊仙，说好要跟我远走高飞，谁知道，只是为了骗我那点差钱。这是护院孙达，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没准他们花前月下时，花的都是我的差钱。想烫死我啊你！没事吧，妈妈？我去骂他。银三儿，今天的事说说看，怎么罚你？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撒的酒钱，我赔就是了。酒钱你赔？你可知道你撒在谁的身上了？那可是县太爷的三公子，三公子可生气了。我可劲儿的赔不是，都没用的。今后他再也不会来我们应雨楼了。丢了这么大的客人，你等于丢了我多少银子呀？就是，你小小姐，小小姐，滚开！我都不知道我养你干嘛，还不如养一条狗省心。要不是我发善心啊，看你无父无母，早就把你轰出去了。哎呀，饿死你算了。今年的差遣，你就别想了。今后啊，他的口粮都要减半，听到没有？听见了，听见了。滚！慢着。让你长点记性。真的。那爷们儿对不住了啊，不好意思了。我娘跟我说过很多话，只记得一句：人来到这世上，就是受苦的。对不起，对不起，你这辈子都在说这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劳烦。我认识你的父亲。我都不认识他，我出生七天他就跑了。你的父亲昨天死在彭雷客栈的那条街上。啊！我还要去倒泔水，我今天晚上收拾不完，那老鸨明天会打死我的。他是个顶尖的高手，在当今世上能与他匹敌的不过三人。我只是一个龟公。杀死他的那个人，你刚刚见过。小心！
今晚你要一个人死在这儿了。谁说我是一个人？ 好啊，大嘴，大哥，我真没钱，你们饶过我吧，求求你们饶过我吧。 是不是搞错了？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哎，大哥，不是，大叔，大爷，我昨天就跟这个女侠解释过了，我就是个龟公，我就是个打杂的。你看我现在有钱的样吗？我也没钱呀。 你不信啊？你不信，你可以去应雨楼打听一下。哎，要是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老鸨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的。哎呀，走了，这你得送我回去了。我这出来一天了，老鸨肯定会打断我的腿的。他下得去那死手，拜托了。把苍蝇打下来。啊？ 把苍蝇打下来。哦，我明白了。嗨，你们肯定是把我跟别人搞混了。这怎么可能？把苍蝇打下来，要不你脑袋就没了。不是，你听我说啊。 今天之前，很多事情对你来说都是不可能吧？就在刚才，你的心跳速度达到了常人的四倍，这也让你拥有了比平常人更快的反应能力。你的身体里流淌着的其实是顶尖高手的血，这种能力在这个世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做得到。你父亲可以，你也可以，只要稍加训练，你就能够拥有。 控制这种能量的能力。我这武器啊，你们离我远点儿，离我远点儿。我叫敏公，这位是百里色武。
他是我们六扇门里使用暗器的高手。旁边这位，猎手持锹，最擅长用刀，八岁的时候烧伤了双眼，但是因此他练就了超越人类的听觉能力，就像蝙蝠一样。好，刚才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的，就是梅野，他们个个都是顶尖高手。 别紧张，你紧张，他们也紧张。你现在就是一只笼中的困兽，需要一把释放你的钥匙。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父亲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是六扇门的人，是命运的武器。这个是你父亲的财产。 对了，你不叫阴三，你叫阴影之女。你现在应该手拿利刃，替父报仇。我办不到。现在是你改变命运的时刻。仔细想想，加入我们。闪开！退后！离我远点啊！你们离我远点！ 大老板啊，大老板，这个要取多少银子啊？能取多少？只要不超过这银票上的数，取多少都行。那这银票上能有多少？一分不少，整整白银3500两。多少？3500两。 差遣，这个够吗？够，够。你也就这么一点点的权利，就想让每个人都听你的？我理解你，你以前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没有人看得起你，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把你的手下当畜生。老鸨，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嘲笑你，但我要让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么贱，没有这么令人恶心的话，我想整个应雨楼的人都会对你保留一点点的尊重。我也会，但现在你这副德行，我可以代替整个应雨楼的人跟你说一句，去你的！这爷们儿，爷们儿。着急忙慌去哪儿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捂着嘴干什么？哦，牙疼，去看大夫。外号还是啥？怎么那么拗口？哎，你是不是告诉我真名，你就得杀了我呀？我开玩笑的。这就是我的真名。哦，说完下场。哦。哎，三王，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哎，你怎么不搭理我呢？你刚才还好好的，你这人奇怪。哎，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嗯。嗯。走吧，走吧。是在织幌子，不是，我是说，这是六扇门的幌子吧？这就是一家普通的织布坊。哦，我明白了，这些都是顶级的刺客吧？啊？他们都是普通的织布工。你蒙谁呢？你们到底是刺客还是织布工啊？不过让我织布也行，总比待在应雨楼好。哎，你别不说话呀！哎，你干嘛不说话呀？你回答我的问题啊！你真的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吧？那交给你了，色舞。小屁孩，你还好吗？我是梅影。你好，我是叶影之。你能帮我个忙吗？可以啊。把你的手放到背后。哦哦。
没事，你放在背后就行。不是，你绑我干什么呀？没事，放轻松。这我就有点不太懂了。哎哎，太紧了太紧了，你给我松一点好不好啊？哎，怎么样，还能动吗？不是。行，那我开始了。啊，不是，哎，你不会要在我的头上套麻袋吧？不需要。叶影志，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女侠，不是你带我来这儿的吗？你是不是喝大了？你他娘的干什么？雷音打了他几拳才晕倒的？三拳。你会说话？我是瞎子又不是哑巴。我不经常挨打。那你习惯用刀子吗？做饭的时候会用。你干什么，老兄？来，拿着。干嘛？试试砍我。砍我！为什么？我让你砍你就砍，别那么多废话。不是，你小心点啊，这刀很锋利的，我会伤到你的。我知道，你是个龙阳娘娘腔。你说什么？我不是龙阳。你就是龙阳娘娘腔。我不是龙阳。就是龙阳娘娘腔。我不是，我不是。就是你，就是。这是哪儿啊？这是帮你疗伤的地方。这些雾气可以有助于你身体尽快恢复，不管是瘀伤、刀伤还是骨折，只要一天就能好。女侠，你别拿我取乐了。看看你的手吧。哎，还真的痊愈了。好好享受这难得的美好时光吧。哎，女侠，你身上有伤吗？你不进来一块洗洗？哎。睡了一个时辰，半个时辰。今天我要教你学习暗器，这方面没人比我在好。嗯，准备。是稻草人吗？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啊。是后面的标靶。啊？啊？什么？你别拿我取乐了行吗？有稻草人挡着呢。那就绕过稻草人。这次梅银打了他几拳晕倒的？六拳，有进步。别！
他们杀了玄策，我们的人去处置的地方查过了，竟然没有发现安琪是从什么方向射出来的，他胸口只有针眼大的一个红点，连血都没有留一滴，真是不可思议。子虚正在一个一个的杀我们，他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只有阴影之是唯一能杀掉子虚的人，则武，抓紧时间吧。 别当子虚站到我们面前了，阴影之还是个废物。这又是要干嘛？我让你接住我的镖。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的镖那么快，我怎么可能接得住啊？ 你要是不接，我这一镖就射爆你的头！哎，别，等等等等，哎，要不然让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这样我眼睛里的东西会变慢，就像上次射苍蝇那样。你必须要学会自己控制这种能力。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你就是在玩我！ 怎么了，影之？去他娘的池桥！去他娘的梅野！去他娘的暗器！老子受够了！我既然能打到苍蝇，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想再接受这种狗屎的训练。你快点交给我任务。那要等百里色舞说你准备好了，你才真的准备好。谁给他的权利？我。 怎么不知道你在这儿？你胳膊怎么了？昨天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高手了，让他给跑了。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失手过。六扇门的人是不是也狠狠地整过你，对吧？他们也曾经打得你满地找牙，然后无数次的用刀子捅你，让你痊愈。 然后再捅你。唉，说实话，在这个鬼地方待着，比受任何刑罚都痛苦。你现在承受的一切，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承受了。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退缩过，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在我8岁的时候，父母被魏忠贤所害，我的眼睛也是那个时候被烧瞎的。是六扇门的人救了我。 后来，在我13岁的时候，就手刃了那伙仇人。当时他们正在对无辜的人下手。因此，我救了一个村子的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要走的路是什么了：铲除魏忠贤。你很幸运，遇到了百里色武。我的第一个老师可没他那么强。你说那个男人婆，哎，他一直都这么变态吗？我跟你说。 我都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嫁出去。半个时辰后，却没引他报到。你怎么不提醒我呀？我是瞎子。又来！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你为什么来六扇门？我不知道，你想打就打吧。
说，你为什么来六扇门？我在外面活得像狗一样，我为什么不能来？那你在这儿活得像什么？虽然你是个女人，但是今天我也要揍你！为什么来这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谁。你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是谁。阴森也好，阴影之也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即便是来到了这儿，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只能受人摆布。这里就是你父亲生前住过的地方。我父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六扇门有一名成员叛变，投靠了魏忠贤，他的名字叫子虚。子虚呢，是六扇门排名第二的高手，排名第一的正是你的父亲。子虚设计偷袭了你的父亲。这里的书、衣服、兵器，都是你父亲生前用过的。这一切，都归你了。我希望你好好看看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东西，用心感受一下，你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可能是唯一能让你找到自我的方法了。子虚，我唯一的目标，这个背叛六扇门、杀害我父亲的混蛋，我必须要做好准备，我必须要记住他每一次的行动。他的暗器无处可寻，他简直就是幽灵一般的存在，他从不失手，除了杀我那次。
清醒了。架子上呢，存放的都是六扇门的刺杀记录。刺杀目标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里。眼睛可练了整整四年。我做不到啊。你疯了吧！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六扇门的成员了。谢谢啊。是因为我你才打中刚才的那一镖吧？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接受任务的地方。接受什么任务？你现在身为六扇门的人，你的任务是去执行，不是老实提问。历史上每一个文明都有一套属于他们的秘密语言，是在传统文字中找不到的。六扇门成立时，为了保持任务的隐秘，就在织布中发明了一套神秘的语言。神秘的语言？这不就是一些线吗？来，到这里来看看。看到没有？有一根线没有被织进去，而是盖住了其他的线。这是织错了？其实啊，这就是秘力。如果这根垂直的线在上面，代表的是阳；反之，那就是阴。它们交错，又可分为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没错。这块布呢，其实啊，就是卦象。卦象，什么卦象？名字。这个卦象呈现出的，就是目标的名字。山峰谷。哦，那这些名字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些时候啊，这些名字，甚至来自皇城里。初六，肝腹之谷，游子。考五九，立中极；九二，肝母之谷，不可贞；九三，肝腹小有会，无大救。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惩奸除恶。我以为你让我来，是刺杀子虚的呢。你会得到那个命令的，不过，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这是你的第一个刺杀目标。这个房间呢，提供的任务由我来解密，你去执行。孙云鹤，魏忠贤的五标之一，干过多少恶事，残害过多少忠良，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你让我去杀他？不是我，是更高的指示。一会儿孙云鹤会路过前面的胡同，在这个角度击中他，不会被人发现。你有四弹指的时间，足够了。
真的下不了手。我从来都没有杀过人。我知道他十恶不赦，但是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我从来都没有仇恨的人下手。我们这样得到命令，然后盲目的去执行，我都不知道这样对不对。20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是一名知县，为人非常正直，所以这个小女孩觉得她长大以后一定会像别的千金一样嫁一个好人家，相夫教子，幸福的过完一生。有一年除夕夜，这个知县前去处理一桩灭门惨案，而杀人者的背景很深，是魏忠贤的人，他想买通这个知县，可是这名知县坚持秉公处理，不收贿赂，于是这个杀人者就雇了一个叫猎犬的人去拜访这名知县。拜访的方式是前往这名知县的府宅，将他的全家人绑起来，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不听话的人是如何被活活烧死的。之后，这个猎犬用烧红的烙铁将他的名字烙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让他永远记得猎犬这个名字。汪文言这个案子你听过吗？那情况，汪文言连同汪文言本人共13名清官被杀，祸及无辜，殃及无数。而这个案件的始作俑者就是孙允和，而你却不忍心扔出那一镖。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有时候铲除一个恶人可以拯救无数无辜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和动力。又不是子虚，这次的目标是孙云鹤的亲信，他会在百花坊的胡同出现，你有一刻钟的时间。一刻？用？
这是他的独门暗器，刺客之刃。这个出自于祝气之神令大师之手。令大师现在应该在铁神居吧？据我所知，这铁神居应该是六扇门诞生的地方。难道令大师也是六扇门的人？这只是个圈套。他在我身上留下一枚这个。 我必须还给他。他是在故意引诱你到他的地盘上。我知道，你们训练我，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你不能一个人去。我必须一个人去，只有我去了，他才会出现。他不会等我们一群人去抓他的。 这几天我们又死了几个兄弟，我不能再等。我跟他交过手，我有胜算。那好吧。 去吧。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稳妥的决定。你的下一个目标。怎么到这里来？把刀放下。这个你认识吧？是从我身上取下来的。有人用它杀了我父亲。刺客之刃，只有你能做得出来。你告诉我。那个人在哪儿？这的确是我做的，但我不对使用者负责。说，我在哪儿可以见到他？我试试吧，安排你们见面。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哦，玉坠。我娘说，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你娘人呢？早就不在了。你有想过要改行吗？什么？我说，你有想过要改行吗？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做个普通人，过平凡的日子？没有。人呢？走了。说话，这一切都是谎言，是他们在骗你。你这个混蛋！杨志，我是你父亲。刚才说什么？
说的是真的吗？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在名单上，还有你的也是。让我来。脖子上戴的是什么？玉坠。我娘说，是我爹留给我的。是你父亲要我带你到这里来的。那个人真的是我父亲？你父亲告诉我，带你到这里来是唯一能让你相信的办法。看看这两样东西。这个发簪是我爹留给我娘的定情信物。这个玉佩和我的是一对，他真的是我爹，而我却杀了他。与他而言，保护你的生命比他自己的命更重要。保护我？他是要杀了我？他不是要杀你，他是想救你。知道，在江湖上，他从来没有失过手。敏公知道你是子虚唯一不能杀的人，所以他利用你除掉子虚。子虚离开六扇门后，敏公一直在找你，子虚试图阻拦。你父亲不希望你加入六扇门，他不希望你走上这种生涯。更不希望你重蹈他的覆辙。他希望你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这个卦象你来解。原来是敏公背叛了六扇门，竟然投靠了魏忠贤，后来被你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的名字从来都没有出现在刺杀名单上，根本没有。名单上的名字是敏公。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被敏公铲除了，六扇门的人被敏公利用了，他蒙蔽了所有人。我该怎么做？
活下去。逃跑了，过平凡人的生活，这也是你父亲所希望的。不，我这一辈子都在逃跑，任人摆布，所以这次不行。我要替我父亲清理门户，这是我的选择，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叛徒，这是刺杀名单，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是你背叛了六扇门，投靠了魏忠贤，是你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伪造目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要清理门户，我父亲知道了，你就派我去杀了我的父亲，六扇门有你这样的混蛋而感到耻辱。雷隐，敏公救过我的命，我的命就是他的。你说的那些我不懂，谁要敏公的命，我就要谁的命。殷影之啊，你以为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吗？不，那不是全部。真相是这样的，你的名字出现了，你的名字也出现了，还有你，这里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了，要不是我。你们早就死了，你们被九千岁盯上了，是我救了你们的命。看看呀，现在的我们多么的强大，全部都是拜九千岁所赐。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重建了权力。如果你们对抗九千岁，你们全部都会死。或者杀了阴阳之。你以为我们会像你一样贪生怕死吗？加入六扇门，我不怕死，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命运被你来摆布。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到底是谁？杀手？平凡人？我无法追随父亲的脚步，无法替父报仇，也无法清理门户。也许我应该继续这么苟且的活着。你不是替六扇门清理门户吗？